从古老的城堡到现代的摩天大楼，从壮丽的教堂到迷人的海滩，西班牙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西班牙的悠久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众多电影人提供了丰富的电影素材。卡洛斯·绍拉和佩德罗·阿莫多瓦等著名电影人为西班牙电影事业添砖加瓦，共创西班牙电影的辉煌时刻。本期世界电影之旅，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电影的脚步，感受西班牙的影像魅力。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含蓄或直率或浪漫的电影风格，西班牙电影对人性探讨之深刻，一直以来为影迷所津津乐道。西班牙戈雅奖是西班牙电影界年度重要的盛事，该奖项以西班牙艺术大师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名字命名。这个代表西班牙影坛最高荣誉的评选，今年把为了肯定电影人终身成就而设的荣誉戈雅奖授予了西班牙国宝级导演卡洛斯·绍拉。然而正是在颁奖典礼即将举办的前一天，这位西班牙备受赞誉的电影导演遗憾地在马德里与世长辞，享年91岁。整场颁奖礼都笼罩在淡淡的哀伤氛围中。卡洛斯·绍拉1932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从影几十载，斩获国际电影奖项无数。作为西班牙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导演，绍拉赢得了世界观众对他的喜爱和尊重。卡洛斯·绍拉的作品充满了对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热情讴歌，同时也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性。1960年，卡洛斯·绍拉创作了首部剧情长片《小流氓》，初出茅庐之作便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为绍拉在国际影坛赢得了声誉。影片《小流氓》通过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以及真实而残酷的斗牛场面，深刻反映了当时马德里贫民窟青少年犯罪的现实问题。为了缅怀与纪念这位西班牙电影大师，中国电影资料馆于今年10月13日至11月11日举行了卡洛斯·绍拉导演的作品回顾展，展映了卡洛斯·绍拉导演的10部影片，包括《狩猎》《饲养乌鸦》《全世界的国王》《墙壁会说话》《超现实主义三部曲》《薄荷暴冰》《胜利三重奏》《蜂巢》和《弗拉门戈电影三部曲》《血婚》《卡门》《爱情魔术师》。1981年，卡洛斯·绍拉拍摄的《血婚》是根据西班牙诗人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话剧改编而成，
影片中，在新婚之夜，新郎的母亲得知新娘是杀害自己丈夫的仇家的女儿，心中充满不安。雷奥纳多深爱新娘，趁乱带着她离开。新郎得知后，携带刀具追赶，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斗。血婚的主演安东尼奥·加德斯是西班牙著名的弗拉门戈舞蹈家，卡洛斯·绍拉是在一次演出中与安东尼奥·加德斯相识，两人因血婚的合作而结下缘分。En el caso de Bodas de Sangre, fue la primera colaboración con Antonio Gades, que es uno de los más grandes, ¿verdad?, bailadores que ha habido en este país. Fue un encuentro fantástico que nos permitió hacer tres películas, ¿verdad? Hicimos Bodas de Sangre, Carmen y El Amor Brujo, ¿no? Y también hicimos la obra de teatro de Carmen y hicimos, o sea, que trabajamos muy, muy unidos y yo aprendí mucho de él.Realmente para mí ha sido como un maestro, ¿no? 卡洛斯·绍拉执导的《卡门》改编自比才的同名歌剧，通过舞蹈展现了西班牙传统文化的魅力。《卡门》荣获第5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3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最佳艺术贡献奖和技术大奖等。除此之外，弗拉门戈电影三部曲之一的《爱情魔术师》是卡洛斯·绍拉与安东尼奥·加德斯最后一次合作的电影，改编自西班牙作曲家法里亚的同名吉普赛芭蕾舞剧。他以传统叙事的方式带领观众回到弗拉门戈的起源时期。在这部影片中，绍拉仍然以一种华丽的风格开场，将前两部作品的风格联系起来。在一段长达4分钟的精彩跟拍镜头中，镜头从一扇下降的铁门开始，穿过一个看似空旷的室内后院，最终到达一个巨大的华丽的人工布景前。这个布景模拟了阳光明媚、尘土飞扬的安达卢西亚村庄。从血婚到卡门再到爱情魔术师，卡洛斯·绍拉的电影以弗拉门戈舞蹈为表现形式，将弗拉门戈舞蹈推上国际舞台，并用他的电影为我们描绘了一部精美的艺术史诗。舞蹈家安东尼奥·加德斯在绍拉的弗拉门戈电影三部曲中担任主演，他以出色的舞蹈技巧为世界观众展现了个性鲜明的西班牙形象，揭示了西班牙人的骄傲和忧伤。导演绍拉在热烈的弗拉门戈节奏中创造了浓烈的戏剧冲突和极具娱乐性的观影体验，使这些影片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也带动了弗拉门戈舞蹈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En el sentido de que es un ritmo que viene del conjunto de muchas influencias orientales, hindúes, pakistaníes, marroquíes, etcétera, ¿no? Y que nace una cosa nueva y distinta. Pero lo formidable es que se renueva con el tiempo. O sea que no es algo que se queda, no es un folclore.Que se queda detenido en el tiempo, que se repite, sino que al contrario, ¿verdad? Continuamente se tiene esa capacidad de.直邀拍摄电影《马拉松》来纪念这场运动会。
卡洛斯绍拉的作品。西班牙电影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创意，成功地捕捉到了人类情感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些电影往往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他们勇敢地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对爱、亲情和成长的渴望。继卡洛斯·绍拉导演之后，西班牙导演中的佩德罗·阿莫多瓦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电影中展现的色彩、欲望的特质构成了他影片中的基本元素。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往往以女性为主要视角，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展现出西班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他的电影充满了激情和张力，情节往往充满戏剧性，但又不失真实感。Toda esa variedad que había en la vida y que bueno, por algún espectador podía encontrarlo o personajes extraños o extravagantes o extraordinarios en cualquier aspecto, pero para mí era la vida misma. Entonces, desde que empecé, quiero decir, por supuesto que todas las orientaciones sexuales eran bienvenidas para los personajes, porque como autor yo de lo único que me siento responsable es de cómo son los personajes de los que hablo y con el poder que me da el hecho de escribir y dirigir la película, que es un enorme poder, aunque solo se refiera al rodaje y a esa película, pero con ese poder yo a todos mis personajes les he dotado de una absoluta autonomía moral, fueran transexuales, bisexuales, travestis, amas de casa, monjas, etc. Y también en el momento en que empecé a hacer cine en el 79...其中描写母亲的影片非常引人注目，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狐狸夜塔是另外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影片通过狐狸夜塔的经历提及母亲在逆境中的抗争，同时他也在讲述着无法抗拒的命运，展现了女性在面对人生变故时的坚强和勇气。影片曾入围第6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Que creo que no hay tanto cine español que hable exactamente de ese cambio que acabamos de experimentar. Entonces, para mí, quiero decir, mi gran nutriente en ese momento era la calle. Yo me rodeaba de gente muy joven y la noche. La noche madrileña, la noche de la madrileña era interminable.影片《平行母亲》中最显而易见的结构自然是两位女主人公佩内洛普·克鲁兹饰演的詹尼斯和米迪娜·斯米特饰演的安娜的横向对比。两个女子都生活在马德里，同样经历着怀孕、生产、孕育各自的宝宝，但是她们的年龄、观念以及视野却千差万别。佩内洛普·克鲁兹通过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由佩德罗·阿莫多瓦导演执导的《痛苦与荣耀》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阿谢尔·埃特塞·安迪亚、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讲述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导演在晚年时的生活。演员班德拉斯出神入化地演绎了影片中这位集荣耀与痛苦于一身的导演一角。阿莫多瓦导演用一贯喜欢的高饱和度色彩，为人物或热情或理性克制或充满希望的情感表达做叠加。影片曾在2019年获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Después intenté salvar a Marcelo y salvarme yo. Si Marcelo se salvó fue lejos de mí. En cuanto a mí yo me quedé en Madrid. Y el cine me salvó.
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还在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People who love movies normally they like old Almodovar. Everybody knows Almodovar because he's been an Oscar winner and he has a very personal. 西班牙电影以其深刻的故事情节而著称，这些电影往往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他们勇敢地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挣扎，以及对爱、亲情和成长的渴望。西班牙电影的商业片往往以悬疑片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导演当属奥利奥尔·保罗。由他执导的《看不见的客人》十几年来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西班牙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是一部由马里奥·卡萨斯、阿娜·瓦格纳、芭芭拉·兰尼、何塞·卡罗纳多主演的悬疑电影。影片讲述了企业家埃德里安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被卷入一桩谋杀案中，为了洗脱罪名，他请来了金牌女律师弗吉尼亚为自己辩护。影片以精彩的悬疑和反转剧情吸引观众，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一直被悬念牵引，直到影片的结尾才恍然大悟。奥利奥尔·保罗的悬疑片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不仅在于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在于其精巧的叙事结构。他善于在影片中设置各种线索和伏笔，并通过巧妙的剪辑和蒙太奇，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的猜测和思考，最终在影片的结尾得到答案。2017年，他携电影《看不见的客人》来中国宣传，并收获了西班牙电影在中国内地票房第一的桂冠。2019年，保罗携《海市蜃楼》再度来到中国，他与影迷分享拍摄幕后叙事。影片延续了保罗一贯的悬疑风格，时空反转、蝴蝶效应、15小时现实营救等设定令故事更加烧脑。影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口碑成绩。近几年来，中西两国的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日益频繁。2014年，中西两国政府间签署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更加促进了两国电影合拍的发展。作为庆祝中西建交50周年和中西文化旅游年的重点活动之一，主题为过去与现在的中国电影节在西班牙正式启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马德里电影资料馆、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互学互鉴，增进中西两国民众之间的深厚友谊。本次影展放映了4部中国早期经典电影，《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五朵金花》和《大闹天宫》，以及4部新晋制作的优秀中国电影《人生大事》《雄狮少年》《追光万里》和《独行月球》。这些影片在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两地上映。一代又一代的西班牙电影人，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时代的变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西班牙电影的创作实力和文化底蕴，也展现了西班牙社会的缩影。他们创意无限，让观众目不暇接。未来，随着西班牙电影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西班牙电影将会继续保持其独特魅力和影响力，为全球电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与创意。